由中山医专附设医院华府医百多万元首创生命电子仪器装置捐助中心，可以同时照顾数名重大的病人。医护人员透过这些电子仪器，随时观察着经过手术以后的重大病人的心脏跳动、体温、脉搏，以及避免引起并发症的发生。这项新式的装置不但节省了医护人员的工作时效，同时也可以随时做适当的处置和治疗，对重大病人的安全又增加正确的照顾和保障。